我原本想象的自动化是一个偏软件方面的一个专业，但是我进去之后才知道它是一个软件和硬件结合的一个专业。然后我对其中的硬件部分可能不是那么喜欢。然后当时如果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年少轻狂、血气方刚，所以就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还是回来的。